寓意长寿唐塔拜天宫必备贡品。唐塔以塔龙凤及两只瑞狮吉兽为造型，也称为五兽，与兽谐音，有长寿吉祥甜蜜的寓意。年初九拜天宫，唐塔更是必备的贡品。制作唐塔的工序严格，质地坚硬而干脆。首先，糖浆需以大火煮开，火候的拿捏更是重要。若火候不足，唐塔不能竖立，火候太旺会影响唐塔的外观。糖浆煮滚后，最短的时间倒入排列好的木模，每一锅糖浆的重量接近20公斤，非常考验师傅们的臂力。每一个木模都用塑料绳束紧，防止溢漏，也加快巩固定型。当糖浆膨胀及凝固后，才能脱模。模败后的唐塔可摆在神台处，保持一年不化。制作唐塔是一种传统文化，通过代代相传，保持着特定社群的文化传承。